哇，6302是吧？对。会讲中文啊？哎，我会。对。新年好啊！哦，新年好。那过年你回家吗？没有，没回，今年没回家。我春节你都在上班吗？对，春节也在上班。哇，辛苦了。你像说中文的也很说得很好的也很多。嗯，还好，我还要提高。还要提高。对。在那个哪儿，在那个龙岗那儿有个香港中文大学。嗯。那儿的话，他们那边的学生讲中文讲的都非常好。啊，那我是自己学的。自己学的呀？对啊。那挺好的，你自己。谢谢。那好像你有一个东北口音啊，对，那你的老家呢？是吉林的。